暌违七年 ，YG 娱乐即将推出新女团 Baby Monster， 并在2月初陆续释出成员们的预告片。七位成员分别来自南韩、泰国、日本，坚强的歌唱与舞蹈实力吸引了不少粉丝关注。而 YG 娱乐5日在释出考核影片。지난10년동안내신종욱에서결국에지금이7명의그실력자들이남아있는데제가봤을때가장데뷔가능성이있는친구들이다라고말씀드리고싶어요 YG 总制作人梁炫熙先是称赞这七位练习生，但也无预警宣布令人震惊的消息。여러분들이멤버의수는7명이절대아닙니다탈락자가분명존재합니다成员们听了目瞪口呆，网友们也相当傻眼。淘汰制度马上掀起热议，批评 YG 娱乐对七位努力的练习生太残忍。而出道之前将会有最终考核，并会向粉丝公开来选出最后精锐成员。